每天在这群自己的同胞里面哦，制造仇恨啊哈，那制造敌对团体，这个本来你不生，你也讲就气。一旦你选上总统，你是全民的总统，你不是民进党的总统，你更不是英系的总统了。请教一下说，昨天蔡英文总统喊出台湾队护挺护挺台湾队，难道现在不是民进党就不是台湾队了吗？怎么来看？现在不是支持民进党的就是中共同路人了。会不会觉得说是在制造对立？总统本来应该当全民的总统，一旦你选上总统，你是全民的总统，你不是民进党的总统，你更不是英系的总统。今天有谁不按台不在台湾的？不拿出来讲。有谁主张跟大陆统一的？我看3%。那所以其他97%台制才是真正台湾最大公约数啊！其实大家都晓得，所以每天在这群自己的同胞里面哦，制造仇恨啊哈，然后制造敌对团体，这个本来你不生你也讲就气。